星爷周星驰近期不断透过 IG 与网友互动，许多大咖艺人也抢着被翻牌，继星爷同框周杰伦、林俊杰等天王后，昨天再度惊喜抛出与天团五月天合照，幽默写下巧遇五月天，虽然五缺一已无足我自荐组成六月天的决心。星爷也当场示范了独门吹箫绝活，表示四子赞口不绝，送了几盒凤梨酥做奖励，并礼貌的劝我回家等电话。阿信也在 IG 发文询问粉丝，一位喜欢了半辈子的偶像要加入你的乐团，你会怎么做？星爷自荐加入组成六月天，希望加入最新巡演并展示消亡绝活，大家认为我们该答应吗？我们真的很为难的啊，星爷。周星驰随后也在 IG 限动晒出五月天送来的凤梨酥，希望吃光这些凤梨酥之前会收到电话。而阿信也转发动态搞笑回应：“星爷，我们又寄500盒给您了，您慢慢吃。”两组巨星世纪同框，让粉丝暴动，纷纷留言敲碗，好想看星爷加入五月天，神跟神见面了。而五月天明天起1.3天将在香港开唱，也有粉丝许愿，希望能在演唱会上与星爷同台。